今天要谈的是出家人应常省思的十法因为这个主题我们还在不疏忽于佛法我们昨天也谈到有关居士们不应该疏忽的事情那今天来看世尊怎样提醒出家人因为互相学习第一条这是来自于部经哦这部经是品哈巴扎维卡纳ธรรมสูตรอภินหปัจเวคณะธรรมสูตรที่เทียวฝ่าซื้อทันเต้าว่าจินอีชูเจียอิงจี้เป้ยชูเจียเหรินอิงอยู่的言行举止已经落法出家了其实这句话是的翻译法从巴利文翻译法是翻译它的总意思如果看原文它的词里面呢会有谈到印度的种姓制度它叫文纳巴利文叫文纳梵文叫瓦拉纳是婆罗门刹帝利还有吠舍还有首陀罗就是印度四种阶级大家应该听过在佛陀时代之前已经有了四种阶级世尊来人间 也存在所以在这条法里面有谈到阿文诺阿文诺就是已经离开了文纳四种社会阶级或者印度的种姓制度所以出家人呢在这里叫阿文诺阿文诺是无种姓制度者所以出家后没有种姓制度各位都是阿文诺阿文诺就已经脱离了印度那边本来存有的四种阶级我今已出家应具备出家人该有的言行举止在这里的言行举止一般的人一般人他会重视礼仪方面要穿着要整齐坐要端正讲话要开始要有不能微笑笑到看到牙齿了等等就是威仪威仪不过龙碧有请教尊家在这里的言行举止是说不造恶各位出家人的言行举止就是弃恶行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既然已经阿文诺已经出家了就要弃恶行善那我们在家就是听到这样的解释也可以学习对吗天天提醒自己我已经是个佛教徒了所以我要弃恶行善我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就是佛教徒的行为啥都这是第一项该提天天提醒自己第二项我依赖他人饮食的供养维护生命当该让
他人异样，就应该让别人异样，不要挑剔食物，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吃。尤其是在泰国的环境中啊，每天早上拿个钵出门啊，去化缘，居士供养什么饭菜就要吃什么饭菜，不能选，不能挑剔，所以接受会养成一种异样，不是说，这个要那个不要，这个要那个不要，居士说。法师，请你往前走，另一户家。哦，不行的。所以，异养啊，很重要。各位大德，我们有谈过对吗？异养才是正法，难养是不是正法？不是难养啊，难养，异养，我们。佛教徒居士也可以学习这种文化啊、哦，提醒自己，哎，我已经是佛教徒了，不要挑剔吧，太太煮什么菜就吃吧，现在反正是疫情啊，简单简单简单就好了，泡面也可以，一样，第三。我们应当力求上进，不断自我提升，具有更好的修养，别止步于现状。不要以为现在的言行举止，我们戒七恶行善的程度已经够好了，还不够，还不够。所以注意哦，假如第一项啊，把重点摆在那种威仪，威仪把言行举止的定义啊放在威仪啊，就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威仪啊。不过好啊，不过但是不是重点。当抓到重点，言行举止的意思是七恶行善，到了第三条啊才正确，就不断的提升，更弃恶，更行善积德啊，所以就会不断的进步，心就更透亮。这是重点，各位。所以我们佛教徒也可以学法师们的这个形式哦。我已经是佛教徒了，要不断的自我提升啊。更好的修养，要更多努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今天又比昨天好，明天又比今天更好。这样的求力求上进。第四，我们在哪些戒律条规上有做得不好、不恰当的吗？问自己，反问诶。我今天持戒啊，有哪些不清净吗？法师们每一天都要忏悔啊，在常住之间就忏悔，戒律方面，那在家居士也可以自己反问自己，我今天五戒啊，清不清净啊？今天是佛日，我八戒清不清净啊？反问自己。天天五戒要清净，佛日要八戒，在与寂安居期间，好吗？问自己，清不清净，恰不恰当？第五，智者们思考后，竟能责备、指正我做的不好的哪一些戒律吗？如果是出家人呢？每逢十五天呢、布萨日记得吗？布萨日每十五天就进大殿一起诵戒，所以智者们就会问，诵戒的人就问你清净了吗？
或者是有连没有在大殿里也可以知道说，虽然其他出家人看不到，但是有法眼、有禅定的法师们，事实上是有的。那些法师会看到我的行为，那些长老会责备、会指正我的戒律吗？各位也可以这样想啊，世上有禅定高尚的出家众，也是有正得法眼的长老，长老会怪我们的行为吗？我的戒律吗？第六，我们总有一天会与自己的爱物离别啊，就是正常，总有一天也会死。法师死亡啊，泰国这边呢称为มรณภาพนะมรณะ就是死亡นะมรณภาพ所以连法师也会死亡在家居士们也要提醒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就问就跟自己说啊幸好啊今天能多活了一天昨晚没有死恭喜各位能多活了一天明天注意啊今晚要入睡之前要先打坐因为是不一定的明早所以提醒自己当提醒了哪一天各位真的死亡啊才不会伤心我们的灵魂啊脱离了肉身才不会伤心才会有萨蒂意思才会清醒的意思就是说哦我死了我要赶快打坐不会浪费时间去伤心去找人哦我死了我宝贝等等等等第七我们总会承受自己的业报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只是居士啊，法师也是。法师也要提醒自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各位要左边还是右边的呢？左边是恶道，右边是善道。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往生善道，就要行善啊，不要造恶，好吗？第八，信师说。时日一天天的过去了，现在我们在做什么？虚度生命吗？时日一天天的过去了，各位在做什么呢？现在太阳下山了，明天太阳上来 ，Good morning， 就不要太开心了，因为。Good morning 不久就会 Good evening 然后就 Good night 所以要提醒自己赶快行善积德好吗第九我们欢喜住在安静的地方吗有时候要隔离哦要隔离现在容易寺院附近很多居士从曼谷回来就隔离在他的稻田里有一位居士就喊啊要出去了受不了了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法师这个精神、啊、要欢喜住在安静的地方让心平静下来有时候隔离也是好处，各位大德，让心平静。隔离不是去刷手机啊、哦，哦，隔离没问题的，可以插电看手机啊、哦，看了一整天。隔离要修行，各位大德，因为尤其是疫情非常时期，隔离了要意念功德啊，非常重要，否则危险的。第十，
我们的修行证得佛法了吗？日后若被其他出家人问到时，能不尴尬的回应吗？法师们也要提醒自己，哦，出家了多久了呢？有体验到内在佛法了吗？有证得内在哪个程度的法？假如还未的话，赶快精进，努力修行，否则的话，日后被问了就尴尬的回答。在家居士也一样啊，我学佛了多久了啊？到现在啊，我证得佛法了吗？我要赶快哦，我学这么多法了，还没修行证得什么内在的法。日后如果被问到很尴尬哦，不知道怎样回答。所以因为不知道怎样回答，就把十年前的修行经验来回答。法生师父说这是偷懒的方法。不对的，不对。要天天努力修行好吗？